号的国安飞机，我是空军加仑飞行员部号，我驻加仑飞机两架，副位为您护航。我是空军第二连机长陆中华，我部奉命接营，志愿军助理。我们以崇高敬意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家。三千里江山办不了你的模样，祖国和人民永远牵挂着这群最可爱的人。我是那一个在灿烂的群星里，我是那一个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上，那无私拼搏的就是我。安泰哥，各位啊，您别担忧，欢迎担忧，人们不会忘记你们，我们等人希望怀念你们，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。那得益于现在我们祖国的这个繁荣富强，然后他们才能够回到自己很久都没有回来的故乡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举动，这个无私奉献，是让我们澳门学生就是很感动的。我们国家有今天的繁荣强大，都是因为我们先辈们的无私的奉献。每一位香港的同学也要知道这一段的历史。